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的 Winner Final， 两人都保前三了。台湾的将打日本的 Pomisa。完蛋了，还不够。哎呦，那个冰好像触到了就完蛋了，就开了一波零到死，那是很快的零到死。哦，好漂亮的贝尔街面，完蛋了！哇 ，nash 了一下，反而吃了大的。点掉了，一开始就来个两命的领先，不过是日本来的 Ask China， 下丢波特。一般的 combo 在算上面都不适用了，直接会被敲死，天哪，超快速的 restart。 这个不管是台湾哪个玩家去都是一样结果，太强了。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，这个我也完全不会打这个角色。这就是全游戏最大的 matchup check。好，换 hero。这个好处就是可以远距离哦，爆炸很大，它当然可以让两次分开来，像现在这样子，虽然说被打了，但是至少不是被两次给打，两次打的话就可能有那种一连串的东西过来。像还是要看清楚才能闪。很多东西出现杀，这就是没有看过他们有用，直接出来一个魔直接用完。这个很 get up attack， 总是可以被反一个 force match 回去。现在杀掉一命都很辛苦。消失的密室，哈利波特，好痛！两个人合作无间。哦，终于杀掉娜娜了，不过这一命。刚刚应该拿 buff， 打场外应该拿 buff， 这时候一个 ice climber， 好，拿了一个，我 zoom 回来，好难啊！天哪！
换掉 Ice Climber， 不过 Falco 也是那种，就是很吃基本 combo 那种，动了以后就一下就按按钮就对了。Tomisan 感觉蛮喜欢这样的角色的 ，Falco、Ice Climber、卡苏亚。抓到魂，完蛋了！我们想看边看得很准。没什么多余的动作，一个漂亮的 4A 接 4 Smash， 好帅的！这次不可以回来哦！哦。上飘空上，没想到看得很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放那下逼，完蛋了。哇，这塞在里面应该要被人 up kill。一个很快速的三零。